是黑哟，大家好，然后我是娜娜队长，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来历史第24集啦，然后我们就要不都说我们就开始吧，哥哥，然后上一集到哪里我也是忘记了啦，每次都忘记，好不专业的感觉哦，啊，我到时候我们就开始吧，开始吧，拜拜，好，那时候我们是过了这个话，然后过来了这个奇怪的地方，对，然后我们就继续走吧。奇怪的地方，我觉得还好啦，没有很奇怪啊。然后我们先升级武器，狗狗。升级哪一个好呢？加农炮好的啦。是 ，Go。啊，有点帅。然后跟我们再升级那个胡椒粉好的，胡椒粉都还没升级。哎呀，我才按错了，哼，走吧。喵的声音。开始前进。哎呦！旁边还有人。等一下。哎，两只！哎，你们看到没有？哎，两只！等一下，哎，你们看到没有？两只啊，不是能打的东西。我在想要怎样打，你说。等一下，哎，两只不是。等一下，等我一下。掉下去！呵呵，等，哥，又是这个。Once more, the shadow dragon winds along the path. Follow the dragon, Alice. Ah, I see how it goes. Makes perfect sense, really. At least now it does. 是还需要多几个。虽然说感觉有点烦，这边应该可以上去。Go go， 两条路。突然间发现有两条路，感觉有点 OP。哎，瓶子哎，赞赞，走吧。然后我们是要走左边，哎不对，右边才对。右边，有啦，
西耶，真假？这是哪里？进不去啊！哎，为什么没拿完？然后过来这边，然后再。其实那个是什么啊？不懂啊。不去。哦哟哟哟，看到了。有啦，在里面啦，没有错啦。来了，然后要走去哪里？这里啊，卡住了！等一下，不要每次都突然间这样卡，会吓死人的，好不好？所以这里是哪里？两朵花花，方块那边。哦，有欸，出来了。会再爬上去意思吗？好哦，这个呢？这个没提示。好的。嘿咻，没东西。一二等一下，等一下，哎呦，好烦！好，拿到了，走吧 ，Go Go！ 玩在爱丽丝啊，有时候感觉蛮享受的。虽然说它剧情还是那个故事有点长，但是觉得挺不错啊，就真的挺不错。啊，我试下来这地方啊。难道会一直出现吗？好像真的会一直出现。是啦，打不打了？感觉会一直冒出来，但不杀他们就不能突破了。有了有了，果然努力没有白费，走吧。自己不能下去，不打。哎，行，走吧。卡住了，卡住了，等一下。你卡都不是时候，等一下。这局啊，卡的不是时候。哦，幸好跳了过来。那什么一，那边那边两秒一。
没东西出来的感觉。呀呀呀呀呀！我跳不上去了。等一下。有有有。有啦，没有错啦。又被传送回来了。这个的话要这个。哎，可以动了哎！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要玩这个的时候，它就卡着这样，然后就不能动，超烦的。这样，然后这个过去，有没有 ？The gate is opened. Now it appears that I can continue my ascent to the peak. 先去 the peak， 是的，是的。哒哒哒，好多鸟巢哦，鸟巢吗？鸟窝、鸟笼、鸟笼才对。那边一个框，这个跳过去吗？跳不过吧。他们都被关在里面耶，那里面有人看到没有？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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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齿了，还要猪鼻子了，等我一下，猪鼻子。It's not enough that they abuse and murder us. They let their spawn feed on our rotting corpses. 有啦。我下来了，有没有？那边有东西吗？应该没有了吧。这个，等下，好危险的感觉。好喽，坚定。Lovers often exchange a lock of hair to symbolize their vows. Human heart is opened by a vast assortment of keys. 走这里，然后再过去。可以躲得到的，然后等他上来，我们再过去。哎呀呀呀呀！有，我再下来，再上去，有没有？那我们知道了。You there, come close. I can recite Red Riding Hood backward. I know my multiplication tables, 2 11s. I have intelligence. Really? Persuade me. To remove the obstruction, wake the frog and empty his belly. Wake that? What about its tongue? And the prospect of warts? Ooh. Anyway, how do you know? I imagined how it was done while I was sleeping. 幻想可以信吗？等一下。啊！又是车车。等等，我们要先上去毁掉那样东西，看到没有？你们看到没有？我想下去的时候，想说还是被逼了下来。
我来不及，等一下。好累啊、哦！好吧，但是那个要讲打，用这个吗？让我试试看。不行，再上去。呀，但是要讲上去呀、啊。那边有鱼，但是讲上去还是同一个问题，讲上去这个要打掉吗？等一下哦，我为什么那么笨？这样就可以啦。然后呢？这样吗？没用啊，讲上去啊，等一下。我又卡关啊！没有，
样啦。上不去耶。我觉得我们今天实况就先到此了，对。然后如果喜欢影片的话，可以按个赞，然后就是我之后的更新影片，对。然后我们这一集就先到此啦，然后谢谢青蛙大人，然后所以就讲啦，差。